欢迎收看座谈天下，我是 Maggie。 今天我很开心来探访一位湾区著名的慈善家。首先来看一看他历年来得到的奖杯和纪念锦标先。他是谁？现在就介绍给你看了，他就是王陈爱柔 Linda Wang。Hello Linda。Hello Maggie， 你好。你好。咁咧，首先咧要恭喜你先，因为咧最近咧你得到2020年新桥慈善荣誉奖。多谢。我知道你咧已经支持咗新桥服务中心咧好多年嘅，不如讲讲你对慈善公益咧嘅睇法，同埋点解你咁支持新桥服务中心嘅咧？我哋身為老橋咧，對新橋呢個中心有好多個服務，呢個社區，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大家都有機會都去幫。因為我自己咧就出身喺個四代嘅基督化家庭，咁我就係時時都係好心存感激感恩嘅心，同埋咧我自己係好知足嘅，我覺得好快樂，做人為快樂之本。所以咧，人佢哋有要求要我幫嘅時候，係我有心有出少少嘅心力啦。你喺好多年前咧已經得到咧新橋慈善鑽石皇后嘅好似而家戴緊嘅冠啦嚇。咁你嗰陣時咧已經十幾年前嘅咯。係啊，嗰時係2005年嘅。你做善事咧，成日都係好熱心啦嚇。咁除了新橋服務中心咧，你咁支持，你仲支持好多其他慈善機構嘅喎。有幾個教會，我自己本身就教有幾個教會，同埋咧就有個安老自助處啦，我亦都係佢哋嘅慈善皇后。仲有金門女子公寓，咁佢哋都係我服務嘅，幫佢哋嘅對象嘅。東華醫院都是其中之一。咁你真係覺得咧做善事的意義是點嘅咧？做善事都很快樂嘅，其實都係又見到個咁大家都咁熱心，係幫助有需要的人，同埋佢哋嘅服務好多種，好個範圍好廣嘅，我覺得都係好值得嘅。因為你做好多善事用不同的方法的，又做過很多舞會啊、籌款啊，亦都係做很多烹飪啊，你又整啲 XO 醬啊，咁送俾啲俾新橋啊拍賣啊，咁你仲畫畫添㗎嚇？係啊，我以前有一段時期都有畫畫嘅。咁你都捐好多嘢出嚟咧，俾即係做拍賣品啊，咁做善事嘅。係啊。好似新橋啦，咁有好多新移民嚟到啦，都需要好多佢哋嘅服務嘅。例如咧，我都知道新橋服務中心咧，做好多移民班啊嗰啲咁樣啦嚇。咁你自己細個嘅時候，你啱啱嚟嗰陣時候，有冇依個機構幫你咧？嗰時未有啊，我亦都冇去，我哋冇係咁接觸唐人服，所以亦都唔知道佢有呢個服務。咁我都覺得咧，因為有新橋服務中心咧，都幫到好多新移民啊，同埋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啊，去教人哋做好多即係幫助到啱啱嚟真係唔識啊，係咪啊？仲有可以介紹咗工作啊，俾依啲報税係啊，報税啊，係啊，咁工作介紹啊，有好多 training 咧俾嗰啲新移民嘅嚇。咁嗱，你自己嚟講咧嚇，除咗新橋，你都係教會，你自己咧有個好感恩嘅心，所以咧你做善事咧都係從來都人哋叫親你都做嘅嚇，盡自己一點心力啦。做善事咧，你就真係好開心啦。咁你覺得你係因為有咩體會，令到你係咪你個家庭背景啊，令到你做善事，你從來都唔會話好考慮嘅咧？我哋個家庭咧，因為我先生咧，佢一向都好樂意捐錢去其他嘅organization，西人嘅多，好似紅十字會即係世界性嗰啲機構多啲。同埋早嗰十幾年嗰時，那個 Palace Fine Art 藝術宮嗰時，佢哋重建嗰時裝修閂咗門7年，咁啊裝修好多錢，我哋都係大力捐獻嘅，
所以他們都有個紀念，在那些字體 在地板那裡都有我們那些名字的。那你呢，除了你還有金門女子那個機構呢都給了一個獎勵、哦、是那年是2014年他就給了一個Asia Outstanding Woman Award、嗯啊、亞洲傑出婦女獎給我的，真的要恭喜你了。這樣 Linda 是一位呢、就是、熱愛公益啦，也都是、心存、很有愛心啦、啊、她言行舉動呢都是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的。我們回來呢就要問一問她的家庭觀念好嗎？歡迎翻返嚟座談天下。咁啦，今日咧我嘉賓咧係灣區一位著名嘅慈善家，就係 Linda Wang 啦。咁啊 ，Linda 頭先咧同我哋分享啦，你即係支持咗好多唔同嘅慈善機構啦。咁咧同你家庭背景咧，我都相信好有關係噶嚇。不如同我講下啦，你喺咩嘅家庭環境長大嘅咧？我屋企是一個基督化的家庭嚟嘅，我哋自細都係有去教堂。咁我先生咧，佢自己咧就係、是、一個喺法國嘅留學生，咁就交換學生就嚟咗美國嘅。佢喺巴黎大學讀咗三年，就換咗嚟美國嘅 New York 嘅 Columbia University 喺嗰度讀，又跟住又去 Nebraska 嘅學校。咁又讀，咁佢又攞咗四個 degree 嘅佢，咁啊自己佢係做我先生佢係做設計嗰啲核子潛水艇嘅工程師嚟嘅。Linda 嘅 late husband 咧就係 Paul 啦 ，Paul Wang 啦，咁咧已經咧出即係圈中朋友咧，灣區好多人都知道咧，你哋係有一個非常之美滿同埋幸福嘅婚姻啦嚇。咁你哋相處之道咧，佢係好支持你嘅，係咪咧？係啊，我哋結咗婚到佢離開，我哋有49年啦，啊，咁將近係50年金婚嘅日子噶啦。咁我哋有一個女，有一個仔，咁我哋一家四口。同埋咧，你咧即係對啲仔女咧係教導好有方嘅喎，因為佢哋咧好孝順啦，亦都好成才啦。咁你哋家庭嘅關係點樣維持，同埋點樣保持，成日都咁開心咧？咁我哋父母首先係要以身作則啦，有個正規的家庭教育，同埋咧教佢哋，主要都是以愛心做出發點嘅。咁就算係即係喺美國出生嘅細路哥，比較自由嘅，比較自己獨立性高啲嘅。咁同我哋喺中國，我係香港長大嘅，咁就十幾歲先嚟美國，咁喺美國都有60年嘅啦，嚇。咁我就覺得我哋嘅家庭都好蒙上帝嘅恩典，我哋都係好我心存感激嘅。係啊，你而家咧有三個男孫添啊嚇？係啊，我有三個男孫，佢哋七歲、五歲同埋三歲。係啦，好可愛啊嚇 ！Yeah， 咁咧你同仔女關係咧真係好好啦嚇。咁不如講下你嘅事業啊？是啊，因為我先生佢一向係喺個船廠係做工程師嘅，咁佢總共佢就喺船廠做咗16年。咁當我哋結婚之後，細路哥出世，我就自己發展我嘅地產嘅事業啦。咁我就自己做我地產嘅事業。咁做咗一路做就做幾年之後就成功啦。咁我就跟續。繼續做到咧，我覺得我自己唔夠人手啊，即係好忙啊，即係都幾有啲心得啦，有啲成績啦。咁我就要求我老公話辭嗰份工，佢唔捨得，佢做咗16年又唔夠年紀退休，佢又唔能夠退休，咁佢就唔捨得。咁佢見到我做到咁成功噶嘛，最後決定都辭咗份工就出嚟考個 broker license， 就
跟我一起做地产生意，咁就搬出嚟三环市啦。嗰阵时就，你之前系喺浮仔住嘅？系啊，我以前住喺维呢号，因为佢个船厂喺嗰度啊嘛。咁我哋结婚之后喺嗰度，同埋两个细路哥都喺维呢号出世嘅。咁你当时嘅时候咧，你系一个全职嘅家庭主妇啦，系咪？咁点解你有咁独到嘅眼光去投资地产呢？因为我自从我自己想我都喺度考虑咧，要做一啲生意。咁一般唐人都系要开铺头，好似餐馆啊，或者洗衣铺啊，或者啲服务性嘅行业啦。但系我觉得初来报到嗰啲人都要地方住嘅，或者系细路哥长大要自己成立家庭，都系要揾地方住嘅。咁我自己谂住，我又咁懒。我又不想朝嗰晚五翻工，咁我就去开始买楼，咁买买下有经验啦，咁啊积积下就即系扩大咗个生意嘅范围，咁变咗咧，我觉得都系正觉得悭工啦，悭工悭力咯，都揾到食。咁你眼光独到啫，系咪？同埋当时咧，嗰啲楼业咧唔系咁贵，系咪咧？当时更贵噶，我哋初初买第一间屋嗰时12,800啫，而家买架车都唔得啦。嗰时几多年前啊？你开始投资喺地产嗰阵时，你大嗰时初初买一间屋都系六几年代，好多屋都系10,000+嘅啫。你申请 Richmond 都唔使20,000就买到屋噶啦。系啊系啊，系啊，俾1,200down就 OK 噶。听见而家听见好似天方夜谭咁。所以你咧即系有眼光，同埋你咁早投资啦吓，所以你先生咧都一样支持你一份嘅职业咧，佢都可以放弃为咗支持你咯吓。系啊系啊，佢都算系个高职位嘅人嚟嘅，都觉得。即係做生意比較都可以擴大多啲啦咁啊 ，Linda 咧，事業咧同埋家庭咧一樣咁成功啦。咁不如翻嚟咧，我哋問一問啊 ，Linda， 你嘅熱愛係咩好唔好啊？歡迎翻返嚟座談天下，我是 Maggie。 今日咧，我的嘉賓是一位著名的灣區慈善家 Linda Wang。 咁啊 ，Linda 頭先同我講開咧，你好中意煮嘢啦。你有幾個菜式你好拿手嘅喎？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我菜式咧就有啲個範圍咧就係包括係廣東菜啦。但我自己是潮州人，所以我做好多海鮮嘅啲嘢，包心翅肚我都做嘅。有時請客啊，佛跳牆我都有 serve 啲朋友嘅。咁咧就你又最中意食我個葱爆海參嚇，係啦係啦，冇錯啦，係嚇。仲有咧，我又整啲潮州嘅嗰啲特色嘢咧，仲有上海嗰啲啤酒鴨啊，咁我哋潮州嘅滷水啊，咁又仲有嗰啲客家嗰啲釀豆腐啊、梅菜扣肉啊嗰啲咁嘅咯，咁廣東式嘅又好，嗰啲台山式嘅炒面啊嗰啲。嗰啲角色啦，廣東嘅雲吞啊，嗰啲水餃啊，嗰種我特別好彩啦，我能夠試過你嘅私房菜，多謝你先。咁嗱，除咗咧烹飪咧，我知道你唱歌又好叻嘅喎嚇，你又出過幾隻碟添嚇。其實我唱歌我就自細就喺教會長大嘅，咁喺教會就唱好多聖詩嘅。咁我係一個獨唱嘅喺詩班入邊，我係一個領唱嘅高音。其他仲有好多曾經我有好多台灣啊、上海啊嗰啲朋友，佢哋有個國劇社嘅，咁佢哋又曾經同佢哋八幾年代嗰時同佢哋做過幾出登台，做過京戲嘅，唱京戲。咁有好多廣東朋友，我又每年都有登台唱大戲嘅，都有唱。咁我自己又唱英文歌多啲嘅，咁時代曲啊，廣東歌我比較好記性，咩歌我都記得，又唔使睇嘅。係啊，好犀利啊！咁你咧嗰四隻 CD 咧，都係好多你經典嘅歌曲嘅嚇。係啊，有國語歌，有英文歌，有日本歌，有潮州歌都有嘅，因為。啲人成日都揾我，叫我錄啲音俾佢，咁我費事錄啦，我就將佢哋雜不楞咁錄曬，樣樣都有啲就錄曬啲 CD， 咁邊個要我就送俾佢嘅。
嗱，你有幾隻咧手本名曲咧？例如黃超君係咪咧？係啊，黃超君咧就有一隻國語嘅黃超君嘅，有啲台灣歌星都唱嘅。咁就有一隻係廣東嘅，就紅線女唱嗰只《超君出賽》啊，又唱京戲嘅咧就唱《貂蟬》啊。唱《西廂記》的崔莺莺啊，咁又唱嗰啲方艷芬個《紅蓮起》啊嗰啲咯，嚇咁我又唱曹秀琴嗰、那個四十年夢斷四十年嗰、那個多才多藝啊，真係係咪能歌善舞？咁不如咧就講你跳舞啦 ，OK？ 咁我又嗱，你除咗唱歌叻啦。我想咧，好多朋友咧都參加過你啲舞會嘅，咁亦都表演過。咁你咧成日都請到冠軍、世界冠軍級嘅武林高手 Nikolai 同你去英國喎，參加一個世界頂級聲譽嘅黑池 Blackpool 參加比賽喎。哇，講講我聽你依個經驗同體會好唔好啊？其實跳舞咧，我就喺大概四十年前啦。咁我就係因為嗰啲生意上咗軌道，咁我哋開咗公司，咁我先生打理同埋請咗好多夥計，咁我就退出嚟啦，我自己玩我自己啲嘢，咁我就開始去請好多個地方去請嗰啲世界名師陪我跳舞，因為我老公佢話你放心去揾人跳啦，佢自己啊佢唔興跳舞嘅。佢話佢中意喺個書房，寧願即係佢安靜嗰啲人嘅，佢唔中意喐嘅。佢中意睇書啊嗰啲。係啊係啊，佢你叫佢做數，佢就做，即係佢係一個工程人物咧。咁佢又你去揾即係，你就中意玩。係啊，我中意除咗唱歌之外，我覺得跳舞就如果你平常有得跳舞，你一晚出去都可以跳到二三十隻舞，咁我覺得好玩啦、啊即係我喺呢度灣區好多西人嘅名師，我幾十年來我請咗十幾個名師噶啦。咁最近呢六七年咧，我就跟呢個 Nikolai， 佢都係世界級出名嘅人物，就一路同佢跟佢跳學咗六年半。咁佢直到2018年就帶我去世界級。頂級嘅地嘅皇，即係皇冠式嘅，嗰啲皇宮式嘅舞池，一年一度嘅世界比賽。2018年我哋係比賽係用ballroom， 即係跳 tango 啊、waltz 啊嗰啲，著長裙嗰啲。咁咧就去到2019年咧，我又去參，又係同佢去 Blackpool 喺英國嘅世界。一年一度的世界比賽咧，我哋就跳拉丁舞嚇，咁就好似叉叉啊、rumba 嗰啲咯、samba 嗰啲嚇。你攞咗好多個獎喎、啊。係啊，2018年我攞咗第四名。啊。咁2019年跳拉丁舞咧，我就攞咗第二名。哇！咁同嗰啲西人係全個場。幾百人都好，我係得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好榮幸。哇！即係為華人增光啊，真係嚇、啊！即係為你咧，即係我真係好羨慕你啦，又仰慕你啦，又尊重你啦。一個好似你咁多才多藝啊，同埋一個真係奇才女子嚟嘅嚇，亦都咧即係除咗你俾個心出嚟啦嚇，咁、啊。你用樣樣嘢咧，都係用個心做嘅嚇。係啊，我個人係用每樣事情咧，我都係付出我真心。但係個 background 咧，我係用感恩嘅心情，所以我對人對事物咧，都獲得啲朋友好愛護我嘅。係啊，咁啊，好再次多謝咧阿 Linda 咧，今日咧接受我嘅訪問啦，分享你嘅人生觀啊，同埋俾咗咁多啟發我哋，好 inspire 真係。咁啊，希望你做多啲善事，大家一齊咧做多啲好事，好嘛 ？OK， 咁下次見，多謝嘅，多謝 Maggie。OK， 拜拜。